这还对。对。大家收睇我哋咧，星期五啊 ，ABRSM 新 Percussion Syllabus 开心，系啦，因为我系礼拜一咧就同大家讲啊，不妨做一个 Mario 特辑啊，点解咧？因为适逢呢个 Mario 就35周年啦，咁就出咗几只 game 啦，就系我哋完全都冇买嘅，因为旧嘅都未打晒啊个问题。嗱，我哋买 Mario Odyssey 啦，我买咗一只 ，Miss 买咗一只，系。套都未開啊！如果大家想要一隻全新嘅，你 PM 我。仲有Mario Kart 啦，成日打啦呢、這個 Mario Ace Tennis 我想買其實，不過就仲未有機會玩。OK， 仲有就係、是Super Mario Bros 啊，類種種類類，所以嗰個 3D World 啊，同埋嗰個乜鬼嘢 Paper Mario 啊，嗰啲我咩咩六四咩嗰啲咧。都未玩嘅，哇你 OK 喎，彈到後你都，知嘢係啊！大家如果其實我玩 Mario Kart 都 OK 噶，如果大家想 Mario Kart 咧，不妨 PM 我。哇 ，OK 喎！
我是不吃的，因为玩不到它那么厚嘛，我成日觉得不是、啊、我爆晒机的，是咩、oh. 我成日当我不吃的，其实我没什么印象有这些歌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比较深刻是头的几只咯、即系我觉得，例如可以举个例子，可唔可以例如话小星星协奏曲，即系嗰只变奏曲，小星星变奏曲啊。咁开头嗰啲系会容易啲记得噶嘛，后面嗰啲 variation 其实冇咁容易记得入脑啊，我觉得。嗯，所以都 make sense 嘅。同一个道理咯，或者同啲同我另一个道理就系嚟啲学生咧，成日练古练琴咧，净系练开头，由头开始练成日都，所以中间后面都成日错啲，咪堂堂一样咁样错落去咯。喂。食星星最喜欢这个，但我次次呢，因为刺激自己有粒星，然后就是这么冲冲冲冲冲，原来是没有粒星，我照冲，那就立刻死了，立刻变了。好，那 OK，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大家 Mario 啊。 OK， 我们今天呢是会讲这个Grade 4啊的最后一首歌，还有会讲两首 study 的。 OK， 今天这首歌呢就是跟鋼琴合奏的 snare drum 和鋼琴合奏的。 OK， 那我們即刻是這樣看一首歌先。這個好像是過關的音樂來的，這個好像是唱遊的呢，色彩艷鮮紅玫瑰有成紅色那些呢，是啊，我就是個感覺這麼像。好，今天我們拿我伴奏譜，因為今天有鋼琴，不過今天這個鋼琴是 Missy 彈，我是負責打鼓的，是啊，在支旗那裡，這個喂。好，重創的 Mario。 今天這首叫做 Dodging the cracks in the pavement 啊，其實呢首歌個換味都幾重喎，幾得意嘅喎，我覺得。點解咧？即係佢跳跳扎扎啊，又有啲切分音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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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咧。佢都叫做 playful and sunny。係啦。即係有個太陽。但係後面。我要太陽。係，我哋上次咧，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嗰個月亮咧係咁樣升上嚟嘅。今次我個太陽。太陽，好似 rabbit 咁樣。嗰只叫焰兔儿啊，闪焰王牌啊，焰兔儿，焰兔儿都几好呢、這个名，唔错。Score Bunny 唔系人嚟嘅 ，Cinderace 啊，最进化先系 Cinderace 啊嘛。佢细个叫咩啊 ？Score Bunny 啊，真系噶？系啊，唔中意。好啦，咁呢首歌就其实我觉得相对难啊，相对难，我反而想讲容易添。是咩？但是你看啲三連音，佢係有其實快噶，係快個背。嗰啲個 rudiments 叫咩名啊？邊個 rudiments？ 即係 rudiments 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叫做 rudiments 啦。佢主要係就冇 rud 前面嗰兩個 drag， 咁就係一個 drag 就。唔係，咁嗰個就叫 double rudiments 啦，就咁一個 rudiments 係。就係 rudiments 啊。OK。咁所以你話四級已經有 rhythm cue 係難嘅，其實係難嘅。即係咧，我到而家咧考七八級嘅同學仔咧，都係做咗 rhythm cue。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必要練好嘅，你先會考得好啊！如果你唔練呢個 rhythm cue， 其實你係唔會打得好啊！喺而家嘅八級嚟講，咁但係仲要係而家咁重 rudiments 嗰啲歌，四級嚟講已經出現啦。嗯 ，OK。咁同埋又有夾琴嗰個部分咯，所以其實之前我哋咪話咧，夾琴唔會容易咗。我反正呢首覺得唔算啊，其實都難度相對較高。咁不如睇下先好唔好啊？有冇補充啊，老師 ？Go， 好睇完首歌先 ，Go Go Go。
好啦，听完我打鼓啦喎。咁头先我打嘅时候，其实唔系头先打嘅，系都知道唔系头先打啦嘛。OK， 我觉得咧系嗰个难度系几高噶，但系有个好处就系咧，有时我钢琴帮你数住个拍子咯 ，do di do di do di di di， 即系好明显嘅，其实嗰啲正拍啊都，咁其实系夹琴嗰个部分，因为其实呢个我觉得系。同以往有好唔同嘅，就係以往係冇小鼓加鋼琴噶嘛，就係、是，但係而家係有咧，咁就要好小心啊。其實我覺得，因為有 retard 啦，又要同個琴夾啦，咁即係我哋大人就冇就 OK 啦。咁你識得夾嘅話，咁但係小朋友嚟講，可能真係要夾多兩次啊，知道邊啲位原來個琴係咁樣嘅，加埋個琴係咁樣，因為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冇得好似以前嗰樣咧，例如以前打。tune percussion 咧，打木琴咧，你可以唔加伴奏 ，even 有伴奏都好，你可以唔加伴奏噶。OK， 你可以照入去考，但系而家唔得啦。OK， 如果佢有伴奏，系一定要加落个伴奏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谂哦，要唔要伴奏，系一定要，因为 OK， 同呢首歌咧都快唔算好快，不过咧系有少少 tricky， 因为嗰啲 drag 啊、rhythm cue 啊，真系企即系。可能咧练两个巴都可以练呢一个礼拜，小朋友，所以咧俾心机练好你嘅 rudiments， 打歌嘅时候就得心应手啦。如果唔系咧，你唯有就系首歌嗰度练翻 rudiments 嘅啫。我哋教小朋友都系咁噶啦，你唔翻屋企唔练 rudiments， 你一首歌都要还翻嘅，知唔知啊？唔好以为咧，哎呀，我打到首歌咪得咯。rudiments 嗰个作用就系令到你咧，点样可以喺去到首歌嘅时候你百发百中咧 ？OK， 我哋唔系讲紧话。做一百次裏面做啱一次啊嘛，而係你點樣做一百次都中一百次，令到你考試嗰下都係一定會中，減低你打錯嗰個機會率啊。OK， 咁呢首 Dodging the Cracks in the Pavement 其實我都有少少 Mario 嗰啲 feel， 因為佢都係有啲 playful 啊。嘟嘟嘟嘟嘟嘟，都係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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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幾有趣嘅其實。點解你喺度做緊啲咩咧？打緊機咯。打咩机啊？我哋而家玩紧我啲闪光精灵。我哋小朋友系唔可以打机噶，知唔知道啊？我要进化我啲闪光精灵。有时间咧，要读多啲书，练习多啲。哇！你睇下，几靓。喂，索罗亚克，不过唔可以，唔系，其实都有人用嘅，索罗亚克拉下人咯。系。好恶咯个样。即系 Miss 咧，好沉迷啊！我觉得沉迷过我啊。虽然我都好沉迷，因为 Miss 嗰啲其实全部都系我俾佢嘅。系我沉迷咗好多个钟咧，先有佢呢、這个。先有佢呢个少少嘅，所以我依个少少，我依个叫少少。好，继续打下歌仔俾大家听下先。哇！哇！佢嗰啲系特工定攻击噶？Thank you.
好多喎、啊，頭先彈咗好多。繼續落啲啊，我睇下跟唔跟到 ，follow 唔 follow？ 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喎，依個係咩啊？類似呢個咩？有時 rip rip 會 rip 得好快喎。依個咧？我有時咧，啱唔啱？我有時咧，甚至會覺得咧 ，Miss 咧係好見到一份簿，好似一部機咁樣咧。佢好即係佢可以好快咧就撈曬啲嘢出嚟嘅，同我又爭好遠啊！好多系未听过噶，点算啊？我唔识啊！好多我都唔识噶。呢首咧，呢首识唔识？唔识。所以我咪话咯，系咪真系噶？系咪真系有噶？哎呀，我等緊你個 roll 啊，唔夠長喎，唔夠長啊。幾好啊！我覺得依一個感覺。好啦，玩完啦，講 study 先。我哋已經冇曬 Mario 嘅歌可以再玩啦。我哋玩下其他噶啦。OK， 好，講下呢個 study 先。study 喺你度。study。今日嗱，重新一次啊！我每個 grade 都講一次啦，而家都不妨再講多次。OK， 而家嘅考試咧，並不是兩首 snare drum、一首木琴或者兩首 timpani、一首木琴，而係。你可以揀三首小鼓、三首木琴、三首 timpani 或者第四樣嘢叫做各一首。咩叫各一首呢？一首 snare drum， 一首我哋嘅 tune percussion， 一 timpani。OK， 呢個叫 combine percussion。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咧，就係 snare drum 嗰部分，即係咧一字拍鳩，你揀邊級都得嘅。OK， 咁就打三首小鼓。因為講緊面對面考試啊，大家知道有一樣叫 online 考試咧，就係淨係考四首歌，而新嘅 syllabus 係識。用於係可以用於新嘅 online 考試嘅 ，OK？ 咁樣咧，我哋講翻面對面考試就打三首歌，然後有一樣嘢叫 study 取代咗 scales 嗰部分，就係我哋而家要講嘅個 study 啦。OK？ 佢有每一級咧有兩個嘅 A 同埋 B， 你兩個都要練熟，然之後由個考官去揀俾你，佢想你打邊一個咁樣去比分。咁然之後就係 all side reading 咯。就是这样啦，如果你真的揀小鼓嚟考的话。其实你觉得有多少人会揀考 online？ 我觉得很多人会揀考 online。为什么呢？有什么好呢？因为他们呢去决心去逃避这个 scales 啊、oral 和 sight reading。我尤其觉得呢小朋友呢搞了那么久 ,sight reading 这个部分是相对吃力的。如果是讲打琴的直头企在这里，即是打鼓都还好數拍子。打琴真的是麻麻地的。但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我不知道是他自己逃避啊，定可能他爹哋媽咪覺得，即如果有得揀的話，就避咗呢個部分啦咁樣。但因為我覺得好笑噶，因為咧我見過咧，佢哋咧你俾份譜佢咧，叫佢讀個音出嚟係讀到嘅，但唔知點解永遠都打唔到落去噶，而打到第一次都係打唔到第二次噶。
所以其實我覺得 sight reading 呢啲其實都係靠睇得多譜，打得多唔同嘅譜咧，去咁樣訓練翻嚟嘅。你唔能夠話，哎，臨考之前兩個禮拜，哎，試下啲 sight reading 啦，你睇下啦，打下，其實係唔得噶。我覺得呢件事，即係其實係靠持續去浸出嚟。我覺得呢件事。咁但其實你每學一首歌都係由 sight reading 去開始。係啦，所以你學多啲歌，係咯，學多啲歌係咪就唔係就係去 develop 你 sight reading 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啊？我覺得相對都，我覺得係嘅。咁所以咧。就各喜好啦，咁又冇啊，咁如果佢而家咁樣推出咗呢樣嘢啦，咁其實冇話邊個好邊個唔好嘅。我覺得好 bias 嘅一樣嘢就係佢有30分，而家唔係 scale 就係講嗰個整體完整性啊，咁其實你點評咧？其實我覺得佢都係亂比啊，即係你四首歌都玩得好好嘅，可能嗰度比高啲你咯。你四首歌玩得唔係咁好，而佢就咩你合格嘅，可能佢嗰度都比高啲你咯。因為咁你咁諗150分滿分啊嘛。咁如果你嗰30分佢有心令到你冇 distinction 嘅，佢淨係俾得廿，即係佢扣你20分或者佢唔使，即係我哋暫時唔知道嗰個30分所謂嘅 marking scheme 係咩啦。咁但係佢的確係好 free， 好 free 嘅其實。即係我中意唔代表我揀嗰個中意。好主觀啊！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佢中意就俾曬30分你又得，佢唔係好中意咧就唔曬俾曬30分你又得。OK 咩啊？我嚟先，我先緊低曬。我彈錯音你都聽得出啊！因為我聽落我確認知道呢首歌呢套戲啊，我睇咗50次左右其實。點解咧？其實因為我中意睇咯，愛麗絲和仙境。1950幾年定1960幾年嗰個版本，其實係幾好睇，啲歌又好聽喎。我淨係睇過 Metallica 啦，即係佢出 Johnny Depp 嗰個版嗰陣，係我第一次睇嘅。都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我其實覺得迪士尼咧出真人版咧係。即係嗰個公主真係屠龍咁樣咯，唔知做咩事，係要打仗嘅。呢個係打仗 call。你唔係講緊 study 嘅咩？講完等你談埋先啊嘛。我哋講愛麗絲啦，突然之間。仙境旅程。仲要唱埋歌添。尋覓這美夢的旅程。激動。越過這花海無盡處，方可找到此處。好啊，真係識背噶。色彩染鲜红，玫瑰又成红色。你讲我知有乜意思？要将色彩变艳，玫瑰又成红色。你吓亲人咯，喺度无端端咧，将它烧毁了，同我斩佢个头落嚟。呢个就系红心皇后嘅口头禅。其實有幾多小朋友識二首歌嘅咧？你估下？我諗係。但我覺得佢啲 chord 係寫得幾係好好啊！唔係，佢原本第一次出首歌嘅唔係咁樣，呢個係片尾嗰、那個嗰、那個和諧版，即係大結局版嘅 chord 嚟㗎。呢個係。嚇！有兩個版㗎，仲要。佢頭同尾首歌係一樣㗎嘛？哦。你知啦，我冇睇咁細㗎，我唔瞓咗，應該自己會犀利。是真的好看的，其實佢個寓意都好好噶。因為我記得有呢個 shrinking potion 噶，但係究竟我睇咗啲咩，我真係唔知。Eat me, drink me。同大家介紹下，我哋係有一 set 愛麗絲嘅 figure 喺嗰度。我睇唔睇到啊？得唔得咧？可以嘅，好應景啊嘛！Unicorn 嚟噶，系啦，就喺嗰度啦，见到啦。佢跟唔到你啊，跟唔到你啊。呢度。應該會見到有個 Alice 喺嗰度噶，有個頭頭喺嗰度，哇好暈啊！你咁樣人哋睇到。你見到啦。冇錯，我手指指住呢個。總共有幾多仔女？二四六八，去喎12隻。我奇怪點解兩隻貓嘅？
佢所有嘢都有兩隻㗎。係咩？紅心華得一隻啫嘛。好似係。即兔仔都係得一隻啫嘛。原來首歌嗰一下是基本咦，首反而啲小朋友會識喎，因為你哋咧去迪士尼玩茶杯一定係聽呢首我望喺我细个咧玩茶杯，一定要转到自己晕我先开心嘅。跟住好似日本迪士尼咧，佢系唔俾你转噶，即系嗰个嘢，我唔记得系日本定边一度个迪士尼，佢系转唔喐噶嗰个。点解咧？专登嘅，因为应该系俾啲人转得太犀利咧，佢同埋系俾小朋友玩噶嘛。因为你其实你转得劲嘅，佢太细嗰啲唔玩得噶嘛。但我记得香港嗰个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同我唔知邊個啲，總之親戚嗰啲啦，即係可能啲表姐表妹咁嗰啲去咯。跟住咧，我哋咧係咧直轉到癲到咧，佢停啦，即係已經停唔定曬。我哋嗰個都仲轉緊，我仲喺度係咁，我要我要。但係而家迪士尼冇乜人去，再加上而家又限咧，佢有限人數嚟噶。我幫你完咗首歌咯喎，係啊，呢套電影係 one of my favorite 嘅迪士尼電影，都唔係 one of your favorite 噶啦，應該都 favorite 咗。頭三都算係噶啦，favorite 咗，係啊，都算可以頭一都可以係佢嘅。OK， 真係幾好，真係好睇喎，我覺得。係咩？我成日覺得啲舊嘢咧，特別係咧，而家有 feel 喎，我覺得。係個意思有 feel 定係點咧？其實。咪就係細路仔會睇嘅嘢咯，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唔使諗咁多嘢，唔使話，即係你唔使去睇天能咁樣咧，你要哇哇哇咁樣咁，其實就係嗰一種感覺令到你啊耶！ Yeah、但係我又覺得佢裡面其實有啲好暗黑嘅信息㗎。其實佢包都好暗黑，即係你咁咪唔啱小朋友睇咯。你一生蠔會死嘅，你會俾人食咗啊！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太好奇啦。同埋你如果發夢嘅話，你依世都有機會醒唔翻。係喎，喺個樹窿嗰度嗌自己咁樣。咪係咯，咁其實呢件事都幾暗黑。都幾驚驚啊 ！OK， 喂，我哋仲未講到嗰、那個。你識？好熟喎呢首 ，Pokemon 嚟嘅喎，好似係。好似唔係喎，係迪士尼歌嚟喎。呢首係嗰啲美國版嘅迪士尼 Pokemon 歌嚟噶，係咪？係 Pokemon 啊！死都唔落咧，就會 hold 住咁樣，死都打唔到落去。其實我未聽。
其實係好。其實香港是不會聽到這首歌，這首歌是屬於歐美國家 的英文的人才會聽過的。是不是他那套有毛的比卡超那套電影來的？關不關字的？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不是咯，即是因為在香港或者在日本聽過 Supreme War 不是這樣的。這首我都沒聽過，這首就是第一代的Pokemon。 快點說回 study 先，我們現在遊得太遠了，說了很久都沒說到 study。 來本書在這裡。兩首 study 來說呢 是困難的，我覺得很多那些很麻煩的 double， 即是 7 stroke roll 啊， 13 stroke roll 啊，哇真的又要 drag 啊， drag 和 double stroke roll 其實是舊 syllabus 和新 syllabus 同樣都要 tackle 的一個很麻煩的事來的。因為經常很容易呢，那個分 double 分得多遠呢，就是你就是小朋友經常做不到的事咯。我覺得其實呢 double 和 drag 這些呢是非常容易做到，但是非常難做得好。是啊，其實是做不好的。很多時候 你讀到 music school 其實都是靠這件事是很難的，你要控制得好，每一下一樣你說即是你不是說我間不中有一下非常好，你真的每一下每一下那整首歌那四五行都即是你例如你真的你整整個 orchestra， 可能你整首歌我說你不能夠 miss 一下，我覺得個功架就在這裡。你說我做一下其實是人都懂做的， drag 啊 double throw 啊是人都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做得漂亮不漂亮，以及你每一下都做得很漂亮，這個就是考功夫的地方。我的小朋友不要經常跟我說，哎呀我這下做到，哎呀經常都是很喜歡第三四次才做到有鬼用嗎？是不是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很喜歡的，第一下做不到，然後就三四五六七下做到，哎行了老師，我很贊成，得你個頭啊，真係你很厲害做到一個，係啊，一百個裏面做到一個，但我要你連續做十個，係啦，我要你第一個就做到一個嘛，我不是要做十個裏面做到一個嘛，好少有歌淨係一個噶啦，同埋係啊，點會無端端貪得意寫個 drag 落去？好，聽下我哋兩首歌，我哋一齊去嘅 ，OK， 聽聽兩首歌先 ，Go。要夠精靈，啊，這個又是其中一個呢 Pokemon 很經典的一個配樂，就是進去那個 Pokemon Center 呢醫你的精靈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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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記住啊，打琴之前一定要 off snare， 還有打鼓之前呢要 on snare， 這個呢我們真的激鬼死，唔点名噶，我哋唔点名。依个系咪咧？恢唔晒，恢复唔晒。谂紧。Thank you.
係啊係啊係啊，以前就電子啲咯，而家先咁 harmonize 嘅啫，其實係。咁唔怪之你咁熟啊！你玩咗幾多年啊？到底呢個 game？玩了幾多年呢？這個遊戲有冇打咁多機啊？真係，但係打機可以學到音樂都 OK 嘅喎。嗱，你肯定咁樣繼續學緊音樂。如果你打機可以打到你識曬啲歌，你可以即刻彈翻曬出嚟，彈翻曬出嚟咧，都唔係一件好事。都唔係一件好事。如果係可以熟到啲歌咧，可以咁樣就已經咧，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大家千祈唔好做啊！千祈唔好做呢啲嘢。唔好學呢個哥哥啊！佢好曳。OK， 下個星期同大家 Pokemon 接。用 Pokemon 啱啱已經 Pokemon 咗，我哋 Pokemon 咗好少部分啫，其實。其實好多噶啦，我覺得。其實 Pokemon 係有好多代嘅，紅藍黃綠係一代，金銀水晶係一代，紅寶石藍寶石綠寶石係一代，然之後咧，鑽石珍珠，然後好似仲有一個，唔記得咗，跟住就係 XY 黑白，日月劍盾。呢首你哋唔識？我唔識喎，真係。你都冇玩咩嚟㗎 ？Splatoon 咯。我有玩 Splatoon 啊，不過我冇玩得好癲咯。玩 Splatoon 最多就係啱出 Switch 嘅時候，同啲 friend 喺宿舍度就打野啦。咁有冇呢首㗎？砰砰砰砰砰！有有有有，好正啊，好正啊，好正啊！咁㗎？好快㗎！我好似佢咁樣打咁多機啊，真係咧！我以前有個學生咧，而家冇跟我學啦。佢我到而家都每一天都仲見佢喺個 Switch 度係玩緊 Splatoon 啊，係類似係咁樣，幾得意嘅其實都。我都係 stick 翻 to Disney 算啦。係啊。OK， 好，咁下個星期開始咧就打琴噶咯喎。OK。下個星期打琴，好嘢。係啊，打琴噶咯喎。OK， 咁就 TGIF， 拜拜。邊個 TGIF 啊？你解釋下。Thanks God it's Friday 啊，可以瞓覺瞓耐啲啊，聽日。OK。係咩？好多人要翻禮拜六。要做幾多？聽日幫你砌張凳啊。拜拜。